会亲之路、高雄环境运动启示录特展的开幕。谢谢。今天有许多从事环境运动的朋友都出席到我们现场，那有我们很多的重要的协办单位，包括地球公民基金会、爱乡美容爱乡协进会，还有来自后进的朋友，啊，来自五大地区的尖中花协会的朋友。其实这么多的怀孕团体参与哦，好像只有在公部门过万毛所门口才看得到，很难得今天在我们这边聚集起来。不过我们今天当然是为了去抗议一些环境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才在这边聚集。我们今天来其实是在回顾我们大家所做的一些努力，还有曾经对环境的一些付出。虽然说当中的过程有一些心酸或愤怒或是不平，可是也有些感动。所以待会可能要麻烦各位协会，为我发表一些心路历程的感想，谢谢。然后在发表新的感想之前，我们先欣赏一下我们的小表演。这个表演是由我们来自美容的朋友所带来的一出短剧，短剧的名称是《好山好水留子孙》。演出的内容主要是改编自今年的《黄蝶记》，美容的《黄蝶记》重头戏从第三期中的一个桥段。那我们掌声来欢迎他们，谢谢。现在的污染越来越严重， PM2.5 慢慢的侵害我们的呼吸道，残害我们的肺。防毒面具已是家家必备，人人皆有。现在的环境已经不是单一状况，而是全面性的问题。防毒面具是现在无论各行各业，人人男女老少出门必有配备。像这位点点阿嬷，还有这位妈妈，只要出门走在街上，看到的全部都是我的客户。结合来这是帮我这位小客户。各位，你的防毒面具买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
今天的表演很精彩，也带出我们的展览的主题。其实我们所寻求的是一个被友善对待的环境，好，加油，很好。